乜咁啱噶？一齐饮茶啦！唔该，一碟咖喱炒饭咧，系家妈润上添，加多三块餐肉，加多些少姜蓉拌拌，点得老细。当我赢了比赛之后，我问了就结婚。结婚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吓着你啊？给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。哦，好啊，我等你。四猪八戒，小心摔死你瘦排骨。都跟你说了，小心摔跤了。一字马，哎呀，做得不错。什么？我做柔软体，我不行了。不过做人呢，也不要做得太绝了。给我放下！不用你猫哭耗子。有贼！你干什么？帮你把皮包捡回来。这个才是我的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你跟谁说对不起啊？对不起。要不要拿去派出所啊？我的腰好疼啊。起来吧。师傅，看来这瓶药酒很好啊。好。师傅，看来苏苏的汤很好啊。好。师傅啊，看来苏苏很好啊。好，你胡扯什么？小心我给你500。好了，怎么样？那瓶药酒是不是很好啊？好，师傅。汤熬好了，木瓜炖排骨，补你的腰啊。木瓜炖排骨。谢谢。哇，你们弄得全区都停电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还要找个手电筒。
师傅。该死该死，又迟到了。我睡过头了。嘿嘿，你这……我知道，15分钟，300块钱吗？喂，谁立的规矩说迟到罚钱呢？不是肥姨你立的吗？我？规矩废除了，可以了吧？废了，什么时候废的？那你高不高兴啊？高兴高兴，有这套规矩吗？我耳聋了，怎么没听过？你运气好，没有被爸爸抓到你迟到。运气真好，真的很好啊！以后别再犯了。是，知道。还好我没迟到。是，迟到迟到。就是吧，小林，过来帮我摆这张桌子。好，我出去放菜单。好。百花香，春光沾。绿柳飘，青春洁。啊，我出来干什么？师傅，卫生纸。No， 牙签。对。百花笑，春光沾。绿柳飘，青春洁。哎，我进来干什么呢？拿餐巾。哎，女儿啊，哎，女儿，老公啊，我们的女儿长大了。啊，哎，感情的事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好飘渺啊，但是好迷人呐。哎，可惜缘来缘去，镜花水月。快去做事吧，警告你们不许笑他啊。是啊，收到，收到。老公，给你个任务，打探消息。百花羞，春光沾，绿柳飘。你是否吃了兴奋剂了？什么兴奋剂啊？喂，他跟我宝贝女儿到底搞什么鬼啊？啊，就是那个吗？哎，什么那个是什么呀？啊，你说他们那个啊？哎，你们在聊什么？这么起劲啊？我也要。哎，正好，那我有件事要问你。好，你快问吧，小心火。秦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原来当年的我如此的英明神武啊！啊！你想起以前的事了？刚才我看到那火光一起，我就想起我在煎牛排，姿势一流，技术一流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就这么多。糟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是苏苏最痛恨的人。万一秦万直记起以前的事，那我和苏苏，原来我们是不可能的。长痛不如短痛。哎，对了，不，那我现在问你啊，你跟我女儿有没有那个？没有，我和苏苏没什么，你可别想歪了啊，我是无所谓的，苏苏可是个女孩子，传了出去多不好啊。我郑重的宣布，我们现在没什么，以后也不可能。你的电话。喂。啊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谁打来的？女孩子。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出去一下。那我就是他们部下那个了。那
所谓缘分的事就是这样，来得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。师兄，我回香港了，在巷口对面的公园等你。你是？给你的，师兄，你最喜欢吃路边摊的东西了。嗯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给你的，你最喜欢吃路边摊的东西啦。你好烦哦，我不吃啊。爽爽，这么久不见，亭亭玉立，是不是不认得啦？你不是跟师傅在法国吗？去法国又不好玩，香港什么都有，多姿多彩，我最爱了。我仔细看看，在哪里见过你啊？是不是在报纸上和电视里见过我？你师妹我现在在这个饮食界呢，已经声名远播了，大家都叫我厨后。厨后？挑战乔波高的厨后就是你啊？厉害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学了那么多年的厨艺，你会的我全都会了，当然要找个人试试自己的实力嘛。我在法国一定是所向无敌了。那来找我干嘛？我想搬到你家去住。啊，你开玩笑吧？喂，咱们同门师兄妹，师兄照顾师妹，天经地义啊。就是师兄师妹的问题，男女有别，男男女女，授受不亲，对吧？你怕我，你吃了？不是怕你吃了我，你怎么会把我吃了呢？我的房子很小很小，怎么衬得起你厨后高贵的身份呢？你现在是个大女孩，脑筋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走了，饮茶找我，找我饮茶，啊？怎么人都没了？不知道啊，他们逛来逛去的就都出去了。我知道是老天爷想帮我们。帮我们什么？你呀，刚才骂得那么凶，算了，我明白的。你明白就好。嗯，你是怕他们笑我们吗？我不介意转地下情。地下情？苏苏，嗯，我实在不想瞒你，我们是，我们是没进来，进来，师傅，进来，进来，师兄，哎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是他们带我来见你的，全靠奶油妹呀！我啊，刚才看到他的时候还以为明星呢。你说嘛，除了明星之外，谁会阴天戴副太阳眼镜呢？所以呢，我就跑去跟他要签名了。对啊，后来我们聊了会儿啊，才发现原来他就是厨后啊，是我师叔，是你师妹呀，师傅。我们知道之后呢，就马上冲去带厨后来找你了。他们个个都好热情，对我好好啊。厨后啊，哎，叫我爽爽好了，飞鹰。我给你介绍啊，女儿干嘛蹲着呢？她是我女儿，叫苏苏。苏苏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对了，爽爽啊，以后有空了常来坐啊，不是，就算天天来坐也没关系。这个有厨后你在这儿照着，对吧？一定客似云来，对吧？真是天才。我怕打扰你们，而且也怕我师兄不高兴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天师傅不会的啊。哦。啊。爽爽，我们说好转为地下情的，你这样我们怎么搞啊？搞什么地下情啊？我知道你很想我，
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我何尝不是那么的痛苦？啊，那你想我怎么样啊？现在也没办法了，丑媳妇还是得见公婆。我介绍所有的叔伯兄弟给你认识，人都到齐了，就是都听到了。哦，原来是未来师母啊。哎，叔叔啊，那你就留在我们这儿吧，你们就不必这么痛苦了。那师兄呢，就送到这里为止了，没事别见面了，有缘再见了，拜拜。哦，那人家一日不见你如隔三秋，很痛苦吗？你又何尝不是呢？刚才那些呢，只是开个玩笑，别放在心上，知道吗？拜拜。师兄，你好狠心啊！刚才用我脱身利用完了，翻脸不认人。我们是师兄妹嘛，是吧？那就有借有还了啊。什么时候还？当你需要甩掉臭男人的时候，我立刻还。OK， 那个苏苏不好吗？干嘛要甩掉他？你还小，你不明白的。我明白，你根本在撒谎。我去告诉苏苏。你别乱来啊，我翻脸的。我有你的小辫子，要对我好一点哦。想怎么样？说。不怎么样，我只是想省下住酒店的钱吗？哎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一个女人行李那么多，还以为你家大小呢。哎，就是女人才行李多嘛。就你最麻烦了。嗯，你看看你这里。怎么样？一股男人味道，我帮你中和一下。什么东西？哇，喂，喂呀，好难闻的。喂，我鼻子过敏了，你别喷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嗯。哎，彭东，洗手间在哪里？什么 ？Inside。Messi。Messi 吗？够。喂，师傅。我想我跟他真的沟通不了，他不会真的当我的师母吧？有毛病。哦，我也猜到你是用他来刺激苏苏了。喂，师傅，你进进出出要小心呢，你看东西都放在交通要道上。当然不能放在这儿了，赶快搬进房里去。啊，师傅，其实你又不打算娶她，你就不要这样了嘛。你这样真的太贪心了，全都霸占了。什么全都霸占了？给你的，赶快把东西搬进你房间。喂，我鼻子过敏，他我不行的。你没权利拒绝，从今天开始他睡你的房间，你睡客厅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心里早就明白了，只不过我想试试你会不会对我那么残忍而已，谁知道你真的那么狠。哼，真是心凉啊，跟了你那么久。小丁，小丁，做人豁达点，将就一点，他来玩玩而已，玩腻了呢他就会白白的。嗯，他一来就玩死我了，师傅。傻瓜，你还年轻，没那么容易玩得死。我都玩不死你，他哪有资格玩死你啊？就算玩伤你啊，你也很快就能复原的。师傅，你听我。乖了，站好位子，你晚上就睡在这里了。啊，这个枕头是你的。粗重的工作呢，我来做吧。嗯，乖。乖啊。苏苏苏苏，你整晚进进出出，开冰箱关冰箱，你还要走多少次啊？吵醒你了，爸爸。我根本就没睡过。哎呀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去睡觉吧。哦，哎，女儿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应该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眼睛根本就没睁开。哎呀，真是受不了你。你白天又没做过什么事，怎么可能累成这个样子？妈妈，都是我不好，这么晚了也应该睡了。哎，女儿，早点睡吧。嗯，睡着就不用烦了。不烦，我不烦啊。傻丫头。啊，你看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多圆啊。是啊，今天是十五吗？嗯，正所谓人月两团圆。好一对痴男怨女，
情到浓时，笑别胜新婚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，妈妈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我重印你爸爸那天也是月圆之夜，我还以为，谁知道？哇，这个肥婆老是想那个，我心把我试她了。他们男未婚女未嫁，不会的吧？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太保守了，不相信啊？你明天好好留意他们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三个回合3-0啊，赢了那个法国男人，结果那个法国人要死要活的。不过后来我呢就劝他，叫他回乡下做乳酪呢，那也是一门大学问嘛，他才没有自杀。你说我是不是很伟大？沈兄啊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说到3年前，不对，我漏了，是10年前。怎么越说越回去？说到3年前就算了。那人家漏了吗？我好急，我要上个洗手间。哦，那你赶快去，赶快回来，我继续说。小弟，起来尿尿了。尿过了。有蟑螂啊？在哪里啊？里边呢。你不帮我摆平呢，我怎么睡啊？那赶快吧。赶快，赶快。了，这么久，三更半夜鸡毛的鬼叫干嘛？赶快坐下来。坐就坐。说到哪里了？你啊，我想起来，想起来，说到10年前。嗯，10年前呢？钱全给我。你好爱我。你说什么？你假装听我说话。爽爽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。那怪了，你看你的眼睛布满了血丝。没有。有。先把行李收一收，待会儿再聊吧，已经夜深了。那你说的，待会儿再聊。帮我把皮箱拿上来。哦。快点。哎呀，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扭到老地方了，不等顶啊！顶瓜瓜，小心啊，师兄！哦，喂，师傅怎么了？扭到老地方了。哦，不用怕，只要擦一擦上次用剩的那瓶有情人牌跌打酒，包你没事。什么牌？嗯，没听过。乡下的东西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对了，师傅叫我做宵夜给你吃，你快趁热吃吧，啊！师兄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吃，尝一尝你的厨艺，多多指教。小丁，嗯，过来帮我搓两下，快点。又搓啊？快点。不要了，好累呀。我好疼啊。小丁，你煮的面呢不怎么样啊，不过加上心意还可以吧。可以，可以，你个头，小丁，去，小丁，你干嘛还煮宵夜给他吃啊？吃饱了精神不就来了，还睡个屁呀、啊？睡着的，会睡着的，你看。你煮什么给他吃啊？哼，继有情人牌跌打酒之后，又一荣誉巨献，安姑姑安眠药，帮你睡个好觉。耶！
哎，田师傅他们怎么这么晚还没来啊？可能他们今天要去招呼厨后，带他去饮茶呢。我看是昨天胡搞瞎搞吧。可能昨天他们晚上真聪明，聊天聊到通宵，所以早上起不来呀。大白痴！喂喂喂喂，哎哎，我们来打个赌啊！你说那个爽爽今天会不会跟着一起来？喂，你怎么搞的？什么都赌啊？不赌不赌，不赌。哎，不用赌了，揭晓了。宝叔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你留意一下，女的肯定神采飞扬，男的就目光呆滞，而且腰酸背疼。你的腰没事吧？没事，昨天不小心扭了一下。贱人！贱人，肮脏龌龊！小心啊，慢慢啊，师兄。行了，我没事的，你们两个别像三合板似的夹着我了，放手吧，我自己走啊。哦，哎呀，小心啊！啊，来来来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这边。哇，师傅，你的腰伤的真的很严重。哎，都怪我不好。哎，哎呦哇，你干什么呀？师傅，正好啊，正中你下怀。给我闭嘴！你们在干嘛？没干嘛。小丁开锅。哦。笑什么？我也开工啊。啊！哎呀，师兄啊，你今天休息一天，我来帮你做。啊？什么？你帮我？嗯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哦。师兄，你就好好的休息，我帮你，你不用客气啊。哎，想到了，帮你擦点跌打酒。小丁。嗯。算了。喂，苏苏，帮我出去买一瓶有情人牌跌打酒，谢谢。我没听过这个牌子。啊，不是很出名吗？喂喂喂喂喂喂，总之师兄用过说好，那你就快去买。我不会买。喂，你再怎么说，喂是你的师叔啊，受伤的人是你的师傅，你的态度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对不起，我还是不会买。哎呀呀呀，算了，人是笨了一点，不过还算勤快。喂，小丁，嗯，洗手你去买。哦，小丁，小丁，嗯，不用去了，这时候客人差不多快到了。对啊，开工，快点，快点。喂，我叫你去买，你还不快点去？我说不用了，开工吧。哎，算了，师傅，你让我去吧，要不然没好日子过了。喂，田师傅，怎么样？你行不行啊？哎，不行，别逞强，我帮你出马，今天我来大显身手，来。哎，总之行就行了，有客人来了。嗯，小丁啊，你还不去？现在去，现在去，记得有情人牌。知道了。哎呀，非遗呀，你有没有失散多年的姐妹呀？去，不要不要，去啊，你看你看，真的很像你啊。嗯，什么，我可比她漂亮多了。嘿，当然当然了。喂喂喂，你看她多像非遗。嗯，咦，不像师傅做的哦，是爽爽做的。有谁知道今天换了大厨？整条街都知道田师傅腰疼，爽爽替他做几天大厨。让我来。谢谢你啊！哇，好香啊！你说小丁站那儿干嘛？想把客人赶走啊？我过去问问他。喂喂喂喂，哎，小丁啊，小丁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喂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脚麻了，脚麻了，坐一下行不行？哇，厨后果然非同凡响，实在忍不住了。不对，我先吃一半，另一半拿给师傅吃。什么？是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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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喂喂喂！喂喂喂！哎呀，
师傅、啊，小静，小静，你怎么了？小静啊，师傅，厨后的汉堡牛排好。小静，小静，你怎么样？小静啊啊啊！师傅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好困，睡一会儿。好好吃啊！想不到他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内涵，但是竟然可以做出如此超凡出众的汉堡牛排。这次，为了我，为了佳佳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一定好好用心。但是，怎么样才能做出比他更美味的汉堡牛排呢？老板娘，我们下班了。是啊，说好了，说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拜拜拜。哎，换衣服来。喂，老公啊，你看看他。喂，报告，你昨晚站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们先走吧。奇怪啊，小青在厨房里也是这样，像具僵尸似的。换衣服，别管他们。啊，换衣服，换衣服。谁能帮得了我？最完美无瑕的汉堡牛排，要怎么做呢？这些战友一大袋垃圾都不丢，真是太离谱了！你个臭小子，说我说话啊！你看你弄的一地垃圾，快捡起来。是师傅。慢着，别动，不动。我想到了。喂，师傅，做垃圾汉堡牛排呀、啊？捡起来。是师傅。哇，真的香得不得了。你最近坐一下，这里太热了。而且万一被油烫的会很痛的，让我先睹为快总行吧。哎，时间刚刚好，佳佳回来了啊！佳佳，你是不是走到门口已经闻到一阵阵的香味了呢？啊，怎么了？佳佳，佳佳你回来啊？博高啊，刚好做了一些他明天比赛用的汉堡牛排，让我们先睹为快、啊。因为我希望你是第一个尝到我的汉堡牛排的人。够了够了，我好烦啊！佳佳，你怎么了？刚才阿水送了一个钻石戒指给我，他向我求婚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啊，佳佳，佳佳，我知道，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比较好。但是见到阿水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比较好。为什么见完阿水回来又要让我见到你呀、啊？大家，阿水是谁呀、啊？啊？你怎么了吗？大家，博高，我看你先回去吧。不是，我想他明白。我会照顾他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不是，佳佳。好，我走了，走，我走，你好好照顾他。行了，我知道。早。哇，这么早，金金。小心，博高起来了吗？哎，起个屁呀、啊！一晚上都没睡过，待会儿的比赛不知道撑不撑得下去、啊。没问题的。佳佳来了。是我，博高。博高啊，你还好吧？佳佳她没事吧？佳佳她没事，睡了一觉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你猜佳佳会不会来看我比赛呢？一定会，我待会儿就陪她去看你的比赛。而且啊，她叫我转告你一声啊，叫你好好加油。你骗我，佳佳哪会这么说呢？不告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过阿水送他的戒指了，那颗钻石啊，小的就快要用放大镜看了。如果我是佳佳的话，我才不会选他呢。如果这么容易选的话，佳佳就不会那么心烦呢。你说我这个未来师母有多烦呢？女人之中啊，就属她最烦，烦得要死，烦死人了。我烦人之中呢，要烦感情事，真的好惨呐 啊！师傅啊啊，这。真的好烦，你真多嘴啊！
秋后啊，这束花是送给你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你这副德行，我会赢得不够痛快啊。我师父一直都这么酷的，你怕了？哎呀，感谢你告诉我什么叫做酷啊，我还以为他在表现哭字呢。啊，你这个牙尖嘴利的丫头。我这叫伶牙俐齿，比帽子还尖。爽爽，哇，电绳大的真是夸张啊。谢谢。花呢？买花干嘛？出殡呢？你这个乌鸦嘴。送殡那边真的挺像啊。咦，你的气色真的不大好，好像僵尸一样。哎，谁说的？我师父说他没事啊。僵尸会说话那还好吗？精神，嗯。这我师父、啊、我明白，这么简单的身体语言我会看不懂吗？你师父说耳朵痒，叫你帮他抓着，对吗？你又听错了，我师父说呢，你听清楚，我这次赢定了。 Sorry 哦，原来这么简单的动作都能有这么多含义啊，难为你能看得懂，果然有本事，真强劲。强劲师兄，你想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什么意思啊？看不懂。这么简单都不懂，我说我的脸好痒。哎，跟强劲学学，你这小白痴。哼，比赛就快开始了，各位可以进去了。谢谢，马上来。你看你蓬头垢面的，人家一看就关电视了。不行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抠掉它！别抠掉它！这是必胜之星。必胜星？嗯，学着点儿，必胜星。走吧，小弟。哎，哎，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你想问，佳佳来了没有？答案是没有。不过呢，晶晶已经通知过我了。他说他们坐计程车赶来了，叫你等一等，很快就到，路上塞车。嗯，那就好。我真想知道我在撒谎的时候有没有眨过眼呢。师父你好。喂，时间到了，救护车，快点。喂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来，4、3、2。各位观众，有请司仪王小龙先生。各位观众，厨艺争霸战呢，现在开始。相信各位呢，心里面一定很着急，想一睹厨后的风采。我现在就向各位介绍厨后梁爽爽小姐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挑战者，皇室玫瑰的乔伯高先生。当然少不了的就是今天晚上决定两位大厨胜负的重要人物，魏王姜岩先生。今天晚上比赛菜式是汉堡牛排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想知道答案，我在露营场外面等你。乔国高怎么停下来了？嗯，一定是手抽筋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喂，他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不快点坐呀、啊！怎么、啊？
等我赢了比赛之后，我们就结婚。结婚？你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等你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不够，这样。佳佳，为什么不进去啊？为什么要出来？你不是说过比赛比我重要吗？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知道自己该选谁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，我是想逼你，你选我还是选阿水？你说说啊！啊！我选阿水，我选阿水。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你为什么要逼我？是你，是你逼我选他的。想花心思于每一餐，即使意兴难散也罢，食得美味会渐觉开怀，无谓日日夜夜感叹，许多爱上暂时忘了吧，天天也有甜酸苦辣，如日有你探下我，我会看到最美的星晚。岁月